珍惜和他们每一次相遇，雨中的大闹和拥抱的甜美，青春的烦恼属于全人类，默默清楚我们的十八岁。握手机和他们每一次离别，风中的转身和眼泪的滋味，青春的烦恼留给每一位，悄悄怀念我们的十八岁。你好十八岁，那样样的目光看向最远的地方，出发去找梦想。真好十八岁，热腾腾的海浪拥有最暖的力量，守护青春。急呀、啊？怎么睡呀、啊？谁急？到底谁急？我说你急我了，我说他俩。你说你们家玻璃又没碎，非得凑什么热闹？我们家玻璃本来是没碎，就裂了一点儿。我爸修了一下，全碎了。我他能给让他弄？你行吗，小子？这给我。哎，别凑我！一点问题。我待会儿去给他们送东西吃。哎呀，不用了，那边啊地方小人我多，你今天就别回去了，你留下来看看，帮着做点啥。我帮谭叔盯玻璃。少爷，谭叔那个特别闹，这走，等会儿。崩了吗？里头。哎呦！哎，以防万一，我再确认一下，你们作业都写完了吧？哎，今天是不是没布置作业呀？啊，对，应该是没有布置作业。我记得老杨说，点炮的时候注意安全，没说别的吧？你就借个点炮安全。到底布置没布置啊？应该是没有。哎呀，我天！吓得我都不困了。听下收音机。哎。哎呀！哎，你踩死我！哎，就听这个，就听这个。云朵姐姐，云朵姐姐，又踩到我了。我也喜欢云朵姐姐，是吧？声音这么甜，一听就知道是个美女，肯定的。或许有遗憾，这声音和长相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我们就不得不跟。再好看，谁能美得过我小姐姐接花啊？一首歌曲，真无聊。
这都开学一个星期了，咱们班就转学生还软。他都没请假就直接翘课了，父母都不注意。这翘课都翘了一周了，也太嚣张了。真的，上次我在办公室改作业，老杨正给他父母打电话说这事儿。这高三还敢转学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我听说他家里面好像是开烤鸡店的，估计挺有钱的。我也听说了，而且是因为在以前的学校被开除了，这才跑到咱们学校来借读的。这咱们班是要来一个狠人了。看来咱们班啊，马上要刮起血雨腥风了。干嘛呢？邓伯清干嘛呢？拿书包呀！这班谁是老大？嗯，那个。我复读了三年，虚岁22了，在这个班最大。算。我是问这个班现在谁管事儿？我。这周我值日，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老师再见。你是谁呀？啊？啊？咱们学校可是禁止外来人员入内的。你们是自己出去呢？啊？还是我请保安来带你们出去啊？老师，那个你好，我是马小艺。转学生是吧？啊，迟到了，啊，德育分扣三分。好，你跟同学们介绍一下自己。来来来，你叫马小茶，你是不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啊？你有没有文化呀？马小艺，俊逸在官，择志到情，是我名字的由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小艺。我这次转学呢，只希望安安静静的毕业，希望大家行，回座位上去，那个空位。同学们，把练习册翻到第26页。韩鑫同学，你的练习册呢？老师，我忘带了。哎呀，你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正确的。你上次的事情只惩罚你做了一周的这个值日生，你应该端正学习态度，用实际行动来报答老师和学校对你的宽大处理，知道吗？快坐坐，和旁边的同学一起看啊。慢点啊，师傅，一定要轻拿轻放啊。金枝，哎哎，哎呦，我真服了你了。过年呢，你是从哪儿弄的玻璃啊？举手之劳，哎呦，年轻的千万别放在太不容易了。小心点啊，小心小心。金枝，哎哎，金枝，哎呀，你咋这么大能耐呢？你这玻璃哪儿弄的？那外面经常的店都没开门了吗？哪有那么大能耐呀？换成别人啊，想找一定能找得到的。这玻璃是我弄坏了，你说让你再去找，这不合适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事儿要是怪谁的话，那鞭炮还是我买的呢，要怪就怪我了。谁都不能怪，这就是个意外。对对对。
那这样的话，我是挨家挨户给大伙把玻璃搬上。郭富城，你干嘛呢？我在思考。你思考什么呢？啊 ，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ank you。够了！你这袖子里什么东西？拿出来！这我不敢了，老师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不敢了。拿出来！这没收了，太不像话了。你后面站着去。我请一位同学起来说一下自己的答案。那个新转来的同学，那个新转来的同学，你来回答你的答案。不会，不会。我让你回答问题呢，不会，不会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哎，我还没要下课呢，起立。老师是大的姐姐，太不像话了。嘘，你们俩能不能听我说话呀？你说你的呗。你知道他最后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就这样说。老师，虽然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但是我感觉我应该答不上来，所以我就直接到后面去了。然后他就直接到后面去了，人家哪有你那么多废话？然后呢？我这叫影帝级的表演方式，你懂什么？反正你最后英语老师的脸都气绿了，你承不承认吧？这边呢就是篮球场，这边是体育场，我们一般有体育课都会在这上。不过现在高三了，也没有什么体育课了。前面是图书馆，你要看书的话可以去那儿。算了，我一看见书就困。那跟我差不多。你要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问我这个值日生。哎，那不谭鑫吗？哎，那不是小马哥吗？他俩干啥呢？不清楚。事儿，那个，你是因为什么事儿差点被学校处分了？哎，往事不要再提了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别问了，对你不好。那咱俩算是同道中人，你就没有什么想我的吧？我也不问了，怕对我不好。我这么厉害啊？哎，那外面都怎么传我呀？他们说。你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学校给开除了才转过来的。我那可不是欺负同学，我就是路见不平。我相信你，你在我心中就是那种特别仗义的人。那如果
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。哪种人啊？就是小弟成群、呼风唤雨那种。你现在不就是这种人吗？嗯，小马哥，你就是你自己啊。我们现在又是邻居又是同学，就算你不能再呼风唤雨了，我也一定会罩着你的。行，以后你就是我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一句话。互帮互助，耶！哎，对了，我这儿有两张今天晚上电影票，一起去吧。我一会儿还要值日呢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？你自己去吧。不是。来了来了，我闻着味儿就来了。哎呦，什么贵客呀这个？来来来，给我。哎呦，这既可贵啊，是老板娘亲自送来的。贵什么贵呀？哎。怎么没见谭大哥呀？哎呀，他呀不整出点事儿啊，不会回来的。不管他，咱们直叫他去。别，不用叫他，他从小啊就特要面，你越劝他，他越来劲。来，坐。你快坐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咱不叫他，他一会儿自己就过来，不信你看。强子从小就这样，自尊心特强。小时候他们三个在院里玩，强子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怕他们俩看出来，他就开始在院里做俯卧撑，一下子做200多个没停下来。后来呢？后来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。小时候的事儿就别。让你默默放下，其实的心里寂寞的灯。哇，小马哥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那我认你当大哥以后，天天吃鸡腿。行啊，快点，小马哥请，直接进来。哇，麻烦每个人都要，先起来，给你们吃。我们也来。好，给你们，小鸡精也有，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啥意思？没事，快吃了啊。小马哥，你得花多少钱？千万别心疼我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吃完了吗？郭武成，吃完了吗？小马哥给我们每个人买了鸡腿，我要吃完再走。那个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马小艺，也住小鸡街。陈诚，王勇。包志远。那咱现在既是同学也是邻居了，一起打篮球吧。不好意思，在下有约在身，下次。拜拜。走，打球去。哎，等我也去。你干嘛去？我不想帮他打扫卫生。走了。快点走。麻利，这不太好吧？哎，韩姐，你不管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！哎，你放心吧。这不是欺负你们吗？你不让他们干，才欺负他们呢。快点啊！哎，这值日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明天陪我去看电影了。可是，走吧啊！我票都买好了，因为我赶不上开头了。加油啊！好嘞，哥。角角落落一定要扫干净啊！好，这地我。哎呦！别，轻点。来，小心点。嗨，哎，这个。瞧死！厉害！来，你吃。我不用试，我强哥干活弄个100就放心了。太好！玻璃再换上，新的一样。那小活不是事儿。不是。害怕累死我。
谭鑫呢？啊，他跟马哥看电影去了。那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小马哥叫我们过来，相当于帮谭姐值日吗？哦，哦，加油干！好。哇塞！走啊！走吧，走，走了。哇塞！你看到他走路的姿势了吗？那简直是酷毙了！还有隔壁班那几个人。我听说他们可狂了，没人敢招惹他们。居然都被马小艺叫来给我们当值日生。没想到咱们小吉街民风淳朴，都是咱们这种温柔善良的五星好少年。这回居然来了个绿林豪杰，英雄好汉，简直是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！行了，郭富城，你这词汇量不像语文没及格的水平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哇，厉害！想我们陈晨姐走后，我们小吉街就再也没出现这么能打的人了。我觉得马小艺还挺奇怪的，他其实不太像是小混混。你懂什么？你看电影演的那些黑帮老大，哪个长得不是慈眉善目，天天在家烧香拜佛的？这往往长得善良的人啊，内心就越……哎呀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准备吃饭啊。好。喂啊，我觉得中国古代有句话说的真是特别好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是吧？啊！这多大的事儿？我跟你说，不能再动，我已经说好了。我回来了。李子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李子啊，舅妈啊刚烙了饼，还热乎的，你把手洗干净了，过来吃啊。好。嗯，没准今儿你舅妈把烙饼又烙糊了。谭鑫呢？他不会真去看电影吧？啊，你没跟他一块儿去啊？嗯，我才不去呢。舅妈，您是没见着，那新来的简直就是个小痞子。我听说啊，他是欺负以前同学被开除了，才转到我们这儿。你别瞎说啊。我说的是真的啊，舅妈，你是没见着才在学校那横行霸道的样子，还有人专门给他拿书包呢。他刚还使唤低年级同学帮谭鑫做值日。我跟你说，听着没说，这孩子真没准。你跟谭鑫，你俩都离得远点啊。我看那还是挺懂事儿的，你看跟谭鑫出去，还特意打电话回来来告诉我一声。我们家谭鑫就不懂这些事儿，你嫌他犯什么呢？啊！我作业卷子给忘拿了，我得回去一趟去嘛。哎呀，马上就天黑了，你等谭鑫回来，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呗。哎，没事，算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好，你车慢点骑啊。我走了，就。哎哎。操不完的心。文英啊，咱家还有大点塑料袋吗？小姑娘长挺漂亮啊。哎，说你呢，怎么没听见啊？啊，谢谢啊。你要是真想谢我呀，就借我20块钱，哥买包烟抽啊。哦，给，都给你了。哟，行啊，小姑娘还挺人美心善啊。放开点！你小子敢动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子刚才打我那下不能白打了。来，我看看哪个学校的这么狂。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别打呀，来，手拿开。你看什么？这不实验中学的校服吗？我认得。你既然认得，你就以后别在我们学校附近混。谁呀？这么狂？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高三八班马小艺，你们自己打听吧。马小艺，听过吗？
志远啊。哦，文英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一个女孩天都黑了还没回来，我去迎迎她。谈心吗？哎，这么姨呀、啊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给你送到家了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姨、啊。哎，你回来到我这儿来吃饼啊，我刚烙的。我奶在家等我呢。走了，姨、啊。快，你们俩进屋吧，志远啊、哎，一起过来吃我烙的饼。好，你来找谈心的。啊，我来找你的，我拿下漫画书。志远，快吃饼。哎，好，刚做的。文英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来，快吃。李三，这些我还没看过呢，你先看吧。不是这些，我要是第六集那一本。第六集，好像在谭鑫那儿吧？你一会儿等他回来，你问他。阿姨。嗯。这都几点了，谭鑫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啊，他跟同学去看电影去了。差不多时间了，该回来了。第六集你不是看过了吗？你怎么还看？哦，我想再复习一下。文英姨。嗯。这饼挺好吃的，我先走了啊，我就拿走了。再拿一块儿，哎，不用了，文英姨，你快再拿一块儿。哎呀，行，我再拿一块儿。嗯，谢谢文英姨，走了啊。文姨再见。哎，再见。你看人家志远，看漫画书都看那么多遍，这孩子就是认真。嗯。找我？没有，我去你家吃饼了。哦，好吃吗？啊，还给你。嗯，那我走了。慢点啊。高志远同学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点小误会，哎，别聊两句。今天下午我那俩小弟吧，看上我那衣服和鞋子，我看他们那么喜欢，就直接送给他们，刚好让你给看见，见笑了。两句了。哎，别别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死板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这事儿啊，就别外传了。那件事情我不感兴趣。但我警告你，谭鑫他们就给我远一点。三八班是吧？对对对对，谢谢哥，走。自尊心总是伴随着敏感、脆弱，甚至是谎言。有时候，我们喜欢把自尊心建立在别人的认同上，甚至误以为别人的眼光就是支撑自己生活的全部。艾玛，啊，咱们这回在这能住多久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只管你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这关系到我要不要跟他们交朋友啊。
别老跟以前一样，刚跟人混熟，咱家就搬家了。而这些早已被人看破，那些看破但依旧守护我们的人，比自尊心本身更加珍贵。这份珍贵，让我们那卑微的自尊心也变得闪闪发光。马哥，回来了。你俩给我出去馊主意可以啊？啊，这，看见没？衣服、鞋子都送出去了，裤子差点都没保住。那，是不是把他们全唬住了？这差不多，除了那高志远。还得用我那绝招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上是所有小集结孩子的生日。哪儿来的？刚看电影用弹琴那儿打的。这有啥用？就是。不懂了吧？以我在外漂泊多年的江湖经验，只要大家在一起过一次生日，那基本上就是朋友。那郭富城的生日就在这个周末。好了，试试吧。哟，手艺不错。不是我手艺好，是安这玻璃人手太笨，安个玻璃灯笼把窗框安歪了。师傅，喝口水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我就看他那手比你脚还笨，我就不想让他弄，他还让他弄。这活可不是啥人都能干的。哎，您是不是办事多了？哎，后边还有好多活等着我呢。哎，在这干活的事儿，不一般的说的。放心吧，尤其是小姐姐的人。放心吧，像我们走家串户的，口风都紧。哎，不动啊，跟走。心里甜的。
段想象里，日子零寸争取，零寸争取，才有人犹豫。